今日要介绍呢间咖啡店，轻轻拉过算啦。因为正常人都唔会嚟光顾，因为地点实在太远啦。喺燕平半趟滩呢嗰头，除非你要嚟学嘢啦，学嘢咁就可以喺上堂前或者上堂后嚟饮杯咖啡，食啲嘢啦。学咩呢？先唔系学唱大戏咯，学做粤剧啊？吓，泰国有咩？有啊有啊，而且仲系名牌添，名牌。拍摄嗰日正正系华光祖先诞，兼且系佢哋开幕嘅好日子，仪式相当之隆重啊！究竟系咩名牌咯？知唔系呢个咯？各位观众，泰国百和会馆啊！真系唔讲你唔知，喺泰国曼谷原来有好多粤剧粉丝噶，唔少粤剧粉丝都会参加百和会馆呢一度。嗰日有简单而隆重嘅开幕仪式。系 Winnie，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今日系泰国百和会馆嘅成立嘅大日子。我同大家咧一样都系感到非常之高兴嘅。粤剧系充分展现咗我哋喺粤语地区嘅文化特色。亦都喺我哋香港作為一個粵語區咧，亦都係一個香港傳統藝術嘅表表姐。今日能夠喺泰國建立到呢一個新嘅里程碑，實在係可喜可賀嘅。我喺呢度要衷心祝賀百和會館嘅同仁，特別係阿主席阿 Winnie， 大家喺推動喺泰國度推動呢個粵劇嘅藝術發展，不遺餘力。喺香港駐泰國曼谷半年致辭之後咧，仲有唱會歌喎。你睇下，个个都有板有眼噶。正所谓尊师重道啊，百和会馆里面所有的会员咧都识得呢样嘢嘅，实请尊师重道，正是华人的美德啊。所以咧就喺今日呢个开幕典礼之中咧，就安排咗一个仪式，就系向老师斟茶啦。话时话呢种中国人传统嘅美德咧，今时今日喺好多地方都揾唔到噶啦，但喺呢一度百和会馆，泰国百和会馆咧就可以揾得到。话晒大家都系梨园子弟啊嘛。古语有云：一日为师，终身为徒。所以无论大家学乜嘢都好，都千祈唔好忘记老师嘅恩惠啊！跟住轮到切烧猪嘅仪式啦，喜庆日子点少得切烧猪呢？切完烧猪，跟住大家就嚟翻个大合照。大合照之后咧，好戏在后头啊，就轮到大家嘅表演啊！好，一齐睇睇呢一班未来大佬官水准如何先。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当十郎陪过不是啊。君如，君如，先为女子托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自此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以兰而管从此永忧，精痛完全皆君所致，利君利君今当永诀。梦，乌云居，恨吞乌云。
入嚟吸浪，哎呀，老屈氹埋群浪，了廣東勁啊嗱啲啊！聰哥，你講廣東話同我講得啦。嚇，佢識廣東話？你唔係單止識唱，你識講廣東話添咪？識唱識睇啊！但你係咪泰國人嚟㗎你？係咯。你是泰國人，但點解你識唱識睇咁勁嘅你？因為我屋企人咧都係廣府人嚟嘅，哦，全部係曬廣東話嘅。我屋企人都日日都講廣東話嘅。哦，咁所以你唱呢個粵曲就冇艱難啦。係冇。咁但係嗰啲落花每天閉月光嗰啲咧，咁你識唔識睇嗰啲嘅譜啊？嗰啲嘅字啊，其實舊時咧唔識睇嘅，但係我識咗。老師啦，就直接教落嚟，因為我舊時好中意聽嗰啲時代曲，哦，後屘咧嚟認識咗粵曲咧，就入咗嚟依班，咁樣又有邊啲字咧我唔明白咧，而家有上網睇啊嘛，話依個字係乜嘢音，點樣讀出嚟？意思是乜嘢？咁樣我就明白。哇！咁我頭先咧，即係喺房裏邊咧，就冇睇佢哋真人表演啦。咁我聽到，喂，有個人唱得有板有眼喎，幾好聽啊！出嚟望一望，佢嚟喎。哇！真係睇唔出啊。咁又想知啊，咁點解你會咁喜歡廣東粵曲嘅咧？點解咧？因為以前咧，我屋企人都好中意聽。粵曲啊、時代曲啊，都係廣府話、廣東曲嚟嘅。啊都即係起碼我細細個嗰陣，即係都聽見啦，聽見到大啊嚇。咁對於呢啲嘅廣東式嘅文化啦、粵曲嗰方面咧，你會唔會有機會去即係宣揚俾你身邊嘅圍攣啊一啲年輕人朋友知道咁咧？都可以嘅，因為而家咧啊老師同埋啊主席咧就想即係。俾廣東話咧就傳出去，俾啲學生仔啊咁樣就學唱粵曲，然後都學唱啲新曲啦，學講廣東話啦，就俾我譯音，俾，哦，譯廣東話咧就變泰文卡拉 OK 字，俾嗰啲細路仔讀出嚟，咁然後咧就講起。聽話啊！邊啲音長短點樣出聲咁樣？哇！犀利喎，犀利喎，好啊！希望即係有朝一日可以將一啲廣東話唱粵曲嘅文化係咁可以宣傳俾泰國嘅新一代咧。嗱，話是話啦，即係有啲人話咧，嗱，你譬如一般歌星先算啦，咁你有音樂啊，有和唱，梗係唱得好啦。佢清唱就唔得噶啦。嗱，好想知道你清唱如何咧？清唱兩句嚟聽下嚟。係，都得。好，清唱啊！唱一那夜轻舟去，闻那隔万重山呢，鸟南飞，鸟南返，鸟儿悲翼。何日再归还？爱我何孤单？多谢晒，多谢晒。Hello， 思榮你好，你好你。你好你好。嗱，我身边呢位亦都系居泰港人啦，阿思榮啊。喂，你话是话喺呢度住咗几耐啊？哇！22年啊！22年，哇，多過我耐過我添喎喂，嗱，我知道咧，最近咧加盟咗泰國百和會館啦，咁你都幫咗佢好多嘢喎。咁你係從邊方面可以幫到佢哋咧？初初開始嗰時候就主要係啲音響啦，譬如搞下音響室，咁就器材同揾人都難。嗯嗯嗯。因為嗰時啱疫情開始，我就沿途咗兩位朋友咁一齊。贊助咗呢度嘅音響，咁，我又搞開啲汽車音響嘅嘢咧，所以對啲調音啊都有啲少少認識，就繼續幫佢調埋音咯。哦，我同埋據聞有啲 IT 上嘅嘢，你都幫咗佢一把喎，係咪啊？因為我喺銀行做嗰時就係主要係喺 IT 部門做嘅，所以喺 IT 嘅嘢佢哋都會有啲諮詢我啦。咁，話是話咧，即係你雖然幫佢哋咧，都要有興趣先得㗎。你冇興趣，你叫佢幫咁，你兩日就走㗎啦。咁樣，咁你唔單止即係用技術上。幫用身體力行嚟唱埋一份，做埋一份啊！咁我知道你都幾搶手嘅嚇，因為呢個嘅男聲就唔係好多，除咗勤仔之外就係你嘅啦喎嚇。喺度繼續招收緊嘅，所以希望啊，我姐你都有機會過嚟嚇。啊，有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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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翻嚟講粵劇咧，或者粵曲咧，
可以講我幾空白下嘅喺唱方面。嗯嗯嗯咁就細個時聽爹哋媽咪聽飛魚曲啊咁樣，佢就學咗少少啦。跟住都要到我諗五六年前啦，開始翻香港嗰時，因為我周圍走咁啊，翻嗰時就又發覺時間有時間咧，就去買睇大戲。咁嗰時先開始慢慢培養嘅。咁嚟到泰國真係百和會館咧，就係要多得一位先生。邊位？李泰嘅好朋友啦，楊少雄監製。哦，楊少雄，佢都中意唱粵曲嘅咩？一定啦！我以為佢淨係中意呢個《再見艷陽天》嘅喎嚇。止唔止？佢有監製好多交機啦，搞啲演唱會。咁我哋飲茶啦，傾下偈，我就話：，我都中意唱粵曲嘅喎，我都聽嘅喎。咁佢就帶咗句出嚟問：，咁你識唔識唱㗎？咁我就突咗一下啦。咁真係我諗下自己，除咗喺卡拉OK唱過一兩首之外，真係未空白嘅喎。咁佢就跟住講啦：，我又有個百和會館喺度嘅喎。咁佢就話：，如果你玩，我又玩啦。咁我話：好啦，我去試下先。咁而家我就加入咗百和會館啦。哦，係咯，同埋呢度係唱 live 噶嘛，唔係卡拉 OK 噶，冇得 NG 啊。有唔同嘅玩法啦。係啦，因為除咗你話講唱之外咧，就比較好少少啦，因為自己玩得有少少多啲。咁就跟埋師傅咧，就學緊啲羅鼓啦。呢 part 就真係特別有啲學咗四月到啦。咁啊打，頭先打咗兩首歌都冇錯啦。恭喜你啊 ，Vinny！ 恭喜你百和會館泰國百和會館今日開幕啊！恭喜曬嚇！喂，咁其實想知道點解你咁有心嚟組織一個泰國嘅百和會館咁咧？其實嚟講咧，就我本身係當然係好中意粵劇啦。咁咧又係粵曲粵劇嘅發燒友咯，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做幫啲朋友一齊組織呢個泰國百和會館。頭先我喺我個演辭裏邊都講到，泰國粵劇喺泰國咧真係沙漠嚟嘅，係一個白紙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喺呢度咧，佢哋講泰文嘅，嚇唔係好似亦係講國語。我首先的對象，我就很希望培養一班細路哥，所以我在學校着手。我和老師去學校，老師都是發覺咧，原來在呢度學校教小朋友唱粵曲係難度非常之高，因為第一件事咧，可以將我哋的曲詞翻譯解釋咗係泰文之外咧，仲要。將我哋發音用泰語的發音拼咗出嚟，而係逐個字逐句同佢哋，如果唔係佢哋一定講唔正。所以係嘥咗，譬如我哋一兩日就識嘅，佢哋起碼最少都要個幾禮拜。哦，咁但係會唔會令到佢哋咁難學，我唔學啦？咁會唔會咁咧？咁唔係喎，我最令我鼓舞就係呢班小朋友咧。他們很肯學，很喜歡，尤其是老師教他們鑼鼓、鑼茶那些，他們更開心。現在因為疫情的時間，經常說老師何時有得教我們，我們很想學。因為他說其實我們都想講廣東話的，不過我不太懂得發音。咁咧就我爹哋媽咪係第二代嚟過泰國，第二代佢都唔得，所以你而家肯教廣東話，唔知好開心啊咁樣嚇。咁另外一方面咧，頭先你都睇到啦，就係喺泰國裏邊咧，我哋冇娛樂嘅伴奏老師。咁其實我就好希望有喎，慢慢嚟啦，慢慢嚟。我而家跟老師學緊揚琴。咁我亦Siri 咧就二胡啊、吹簫啊，咁我仲有一個我哋個成員啦 ，Albert 就喺香港，而家仲喺香港，佢就係彈丸嘅，低我老師又想彈都低音丸，因為就高音唔得嘅嘛，有低音。咁而家咧目前咧，我哋就麻煩啲，就要靠我哋個潮州個樂師，你都識佢哋，老師幫我哋伴奏。
嗱，炮仗就係假嘅，但係泰國百和會館開幕就係真嘅。從此之後咧，居泰港人也好，或者本地人都想學粵劇咧，又多個途徑啦。泰國百和會館的成立咧，都以為一件盛事，所以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百和會館咧，都派出好朋友咧嚟送上一啲嘅賀詞，甚至乎一啲粵劇界嘅巨星啊，同埋一啲嘅前輩啊，亦都送上佢哋嘅祝福，期望佢哋可以將粵劇呢個文化咧喺泰國曼谷發揚光大，無論係居泰港人也好，或者居泰泰人都好啦，有教無類，希望大家能夠將粵劇文化一代代咁相傳下去。